白洋淀啊，雄安新区，搞绿化，这个很重要。蓝天碧水啊，绿树，蓝绿交织，这个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生活的最高标准，就是生态好。将来就要靠这样的这个绿地啊，体现它的价值，体现它的这个生态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又会啊增加吸引力。你们能够在这里，为此啊做贡献，啊，这个并且生活在这里，啊，是一个，非常值得自豪，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情。幸福，感到幸福。